垫一下，然后老公去山坡上拉了点山土回来，看垫一下是不是平整了许多。再把院子里的杂物清理一下，这次老公的小推车又派上了用场。这里还有两个石槽，放在这里没有什么用，所以老公决定把它放在水管下面。看来这个东西还挺沉，老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它搬了过来。调整一下稳定性，然后把它刷干净。这土也太多了吧。Thank you.
那桌子啥的，桌子嗯，成套的应该是。哎，一边吃一边吃，哎呦，这还没味儿。这还没味儿呢。别的切的味儿能多大呀？完事儿了，明天再说吧。天都黑了。明天再刷第二遍吧。但这颜色有点重。哎，你得把这板儿切开了。在这儿吗？那球是干啥的？台球。台球。啊，今儿你在这干点啥呀？干啥了？挖坑了。挖坑了。要不出砖，要不打水。自己起。快。这个，我看见他是长那个，长得怎么好？好、啊。哎呀，这个，那多宽啊！还挺宽，还挺宽。大叶都死了。这冒出来的是新叶哈。正好掉你垫这块地儿是吧？还这点活的要慢慢干吧，谁让你赶上疫情了呢？这是不是就完事儿了，今儿？回家转一圈。上哪儿啊？小河边。那你都穿这身去、啊？那不行。走。挺齐全的都啊。这东西还没拆封呢吧？我还不会使。那应该弄个记号笔。
老先生非得要用这个把这个木头给拉过来，你开心儿。哎，拿完也很到位。那我告诉你们，肯定我。你我。他这挺慢的，他这。难完了呢，锯个木头这么费劲呢。好吧，把这一点儿。这发不中，加好体力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一共八刀，这一刀就翻天了。看人家这样，这点锤还打不动呢，你给我找一找来。这你让他把这儿弄拨了，哎，完美了。别把那个那一半别下，挺硬啊，这木头。OK， 我本想这一根三五分钟搞定。现在是三五十分钟也没搞定一根儿。平花这么多夹劲，我都怕不好呢，点锤都准备了。我的天，这大事了，搬都搬不了，你怎么办？让我歇会儿，黑大的吧，汗流浃背。瞬间掉两滴汗。